同修的儿子可以吗？快讲啊。哦，2000年的龙，他要看学业。2002年。哦，他以后会很好。他现在几岁啊？八他现岁，在几岁？八岁，18岁，谢谢。十八岁，对。他还有，他很快就好了，这孩子下半年就开始好了，哦，很非快常就会好，好了。它的图腾颜色呢，师傅？白的白的，白的，需要小房子吗，师白傅？龙白龙啊，白的，需要小房子吗，师看傅？看还可以，不要了，可以了，他很哦，好，好，那您请请你问好别好人，的师培傅。养他，对他好一点，这个孩子以后前途很大，而且他现在学的科目也是很好的。好，感恩师傅，感恩。